来到这里，从我家到这边花了2个小时进来。哇，这些就是美丽的玻璃耶，很像真的花这样子，其实它是玻璃，酷。哦，我喜欢这首歌，Smoke it in your eyes, right? 这就是蓬头垢面，没有面，蓬松的头发。哦，他把这个兔子也放进来了。这些也是玻璃吗？不是玻璃啦，这些只是装可爱的。这是南美的花园。 I like this music。 今天不想用脚架，所以我有带，先看看用放在这个这边很多架，很多这种平台嘛，来把它放在这边看看。那这里有一种美妙的餐厅气氛。哦，下面的这个中央花园是这样，热点，很多五彩缤纷的花。其实这个疫情期间是很适合买 membership， 像我买的是 weekday 的 membership， 大概20块钱了一个人，然后就可以半年无限次数的来。看我这半年，我这次是来第二次而已。上次是 OCBC 嘛，还有我那个 package 是 Flower Dome， 还有那个 Forest Cloud， 还有 OCBC Skyway。OCBC Skyway 我上次去了，然后 Flower 那个 Forest Cloud 我今天没有时间去了，现在已经6点了，所以可能下个礼拜才去吧。我到10月1号到期，所以我还有时间。很美呢，我喜欢这边的气氛。放在这个平台上。上面看一下。Sorry. 没事。摄影没事。这个是上面是紫鹤来着，刚刚那对情侣还以为我在照相，他们还 sorry 呢。其实我是摄影，所以很 free 的。原来是紫鹤，每次来都就是看他们怎样换布置喽。那这是这边著名的雕像。那上去走，这里都有给那些残障人士用的那个电动的这个手扶梯，所以坐轮椅的人也是可以来这边玩。
素来的，有那个看到橘子，然后看到甜椒、辣椒，还有一些香菜，这也很香啊。那好大的辣椒，很漂亮。哦，它是被人家拔起来放在这儿。甜椒是好东西啊，有甜椒呢，就是煮菜就很好吃，又营养。这个是 Oregano， 这是一种香菜吧？觉得闻到好像某种香味，回去查查。嗯，很香。这是石螺，这个我们在 Ground Up 也是有种，我当然这边弄的是比较美了。这个 Rosemary， 这个我忘记它花纹是什么，我去查。橘子，我最爱橘子。发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那些在超市买的那些新鲜的那些香菜的叶子，我把它洗干净之后呢，擦干，然后把它分成一片一片的，然后放在那个冷冻库，放在盒子里，然后你用那个烘焙纸把它一层一层分开，取用的时候就拿来炒，哇，香的要命！这是一个很好的保存方法，又可以保有它的香气。这个花很艳啊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雕像还蛮可怕的，它就是破碎的这个肢体。这也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，就在这个，这好像是橄榄树的后面，然后还有厕所，等一下可以在这里安心的来上个厕所。那个就是厕所。我蛮喜欢 flower dome 的，因为 flower dome 很多的植物，然后它整理的非常干净又很香，是一个可以又很凉快，因为二十几度是一个可以放松，然后好好享受这些花草的地方。嗯，好香啊，这很像小时候的那个指甲花的味道。芥子花啦，芥子花的那个味道。我看那边的花那么红，很香，可惜你们闻不到这个花的香味。哇，我刚刚下来的地方后面也是一大丛的这个红色的花。一直蛮喜欢这一个点的，哦，因为它上面是一只木雕的，好像老鹰。一直很喜欢这边这个走道的这些一丛一丛的这些菊花，小菊花。是地中海的气候是吗？这是欧洲的地中海的这个盆地的这些植物 ，Woodlands。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花园区，它晚上那个兔子灯亮了，好可爱，比刚刚没有亮还可爱。想要在这里照一张呢。放在这里的椅子上。
前面是菊花，很可爱。外面很多骑脚车的。现在人不多了，可以走里面。看他用菊花来布置这些场地，各式各样的菊花。现在没有看到什么玻璃哦，玻璃中间还有，可能有另外有一些在那个 Cloud Forest， 你要过去看，下次过去看。这边都是比较多菊花，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好照顾的花，成本不是太高的话，可是还是令人感到心情很好啊！看到这些不同颜色的花，感觉很开心。我一直在幻想天堂，可能就是一个很多这种美妙花朵的地方。Heavenly Garden。这个也是一直都在的，这个跳舞的花，就是一个小女孩穿着好像舞裙，然后在跳舞。以前我们一个义工她过世了，她很喜欢这个花，好像是，我不知道她的真正的名字，但是好像都是叫她跳舞花，穿舞衣的。这边也是可以上去。还是6点，快要50分，晚上天色比较暗了，所以他就比较多打灯，应该是玫瑰了，给你一朵玫瑰。好，去看玻璃。菊花包围着这个玻璃的装置艺术，这是白色塔，是珊瑚塔，珊瑚礁塔。玻璃做的珊瑚礁塔，你看到上面的那个 Marina Bay Sand， 不错。看之前的城堡拆掉了，现在变成这个。这个紫色的玻璃感觉挺好的哦。配色要配得很好像很恰当啊，也不能够互相那个抢。不过只要是大自然的东西放在一起，好像都是可以成立的哈。所以这个 Flower Dome 就是很能够给人家带来这个美好。实现美好幻想的地方，但晚上有灯又更漂亮了，不一样的浪漫的气氛。哦，椰子树上有一个爬虫，有一个变色龙。小孩子也发现了。有点可怕，栩栩如生。
发觉旁边还有一条蛇，木头蛇，挂在这个椰子树上。然后呢，这边那只是什么？看不清楚，我们要过去看。这一只我看不出是什么，可能像小像豹，像豹，爬上树的豹。这里面是一个场地，它上面挂这个圆圆的灯，也是挺美的。就是 Flower Field Hall， 就是可以租借的场地啦。你要看到我。嘿，猫头鹰，发现你了。现在从Gardens by the Bay 出来 ，Flower Dome 出来，然后现在要走去湖南，大概走40分钟。我有阵子没走，这是很好的这个运动的路线。等一下从 Helix Bridge 走过去。这个就是刚刚里面那个 Flower Dome。今天是礼拜五，然后刚刚经过那个就是 Marina Bay Sands 的 check-in 的那个入口那边，哇，好多人哦！所以很多人就是周末去住饭店，然后享受一下这个 staycation。酷的啊，有一种月亮的感觉。他是不是把它打开了？之前有这么开吗？太久没来是吗？这榴莲壳之前有打这么开吗？是不是最近打开的比较多？如果太久没来，它应该是固定的吧。OK， 走吧，走我们的 Helix 桥。灯光闪闪，有游河船，那个远处可是我最爱的 Fullerton， 那个亮亮的那个 Fullerton， 改次再去里面走一走。游河船在等游客，没什么游客，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开。等一下走过去那个浮动舞台，我还有一段路要走了。晚上来湖南吃泰国餐厅，这是第一次吃，我们开始吃。你吃什么？爱吃炒果条。开始炒果条。我是吃，就是虾饼，看起来还比我们的面还大盘。它比较贵啊，因为它虾饼11.9块。Oh.